虎头。好，我拿虎头了。啊，我把你的都倒出来。落药水。然后我们要下去了，下去喽。好，金先拿，金先拿。好多东西，好多东西。你要把整个箱子砍掉，如果没有那个。好，走了走了，下去了下去了下去了。好，下去下去下去。我在旁边先酿造一点东西。好，你可以在下面酿造，你可以在下面酿造。好。你们有泥土吗？你我有我只有两块。我这里三块啦。你给我再给我一块，再差一块。扩大扩大扩大。我吸不到。啊，没关系，我在旁边打好了。你小心哦，我手上有味道是哦。你手上有味道。味道是。你要我放吗？对耶！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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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们有黑曜石吗？我有我有。要不要附魔台啊？可以啊，可以做附魔台嘞，我们可以做附魔台了。哎，可是没有经验。哦，我做一等。对，上次等上次会有那个经验瓶，所以还是可以先做出来。对，可以等有经验瓶再来。好暗了，有没有煤炭啊？我们还是往下一点啊。按了，再挖，再烧一下那个。我听到噔噔噔，我在酿药水，在酿药水。有合成台吗？有，旁边。刚刚有荧光石嘛？有我粉。粉可以，粉可以。只有四粒，一个就够了，一个就够了。好，给你。哎，所以弩在谁那边？在我这。巧克力呢？那这个都给你啦，这个剑都给你。哦。我超满的，我身上也超多东西的哎、欸，多的东西放箱箱。炭哎、欸，好惨哦、喔！啊，没有，我在烧木炭了啦。鸡肉海龟壳。想说有没有点天然的？其实刚刚上面很多，但我们都没挖。也是，好像有印象。那灶台上面有力量二的药水。哇塞！哇，你的剑士怎么那么瞎吗？各种。我们那团团，你拿附魔相关的好了。附魔相关就是皮，像皮革啊。好啊，都给我。纸啊，对，给你。龙喉哇，黑曜石给你。好，挖到底。快满了，快满了。喵，要不要怪物？没有啊，你要用怪物啊。你可以垫高高。哎，雨，你不要丢怪下来。有帽子。认真，那不是会同队的也砍一下吗？但就帅啊！好吧，那张药水拿一瓶吧。好，拿一瓶啊。拿一瓶。然后我想再去酿个恢复药水。好，加油！加油！我上去说，上面感觉很多怪，我要去捞水。啊、上面怪很多，要想水，我有水啊，我有水。好，我需要水，我需要水。然后我跟团团也都有，团团红，你 是不是把我的水桶丢掉了？啊，没有水桶，在啦，这里。我刚刚那放空思考，我要整理包包。哇，这东西都超多。哈密瓜还有多的吗？啊？什么东西？哈密瓜还有多的吗？哈密瓜。哈密瓜，你要多的哈密瓜哦。嗯，没有多的，没关系，我觉得就直接用啦，没事。你就用吧，就用吧。而且说不定我们等一下也可以有西瓜香。你。铁力跟精力就放在里面好了，就统筹一下。好啊。好，我听到蜘蛛声音。这头上，哎，你们要线吗？我身上有一些线。我有六个线了。我有十五个。放箱子。看谁要就拿一拿。呀，明浩，你要挖到多底下？哎呦，我想说可以看到挖个岩浆啊，或者什么之类的。哦，你也想要有岩浆？或者，而且，可是最主要是我在找碳。好好好，挖的，等一下，看你挖到下面比较难找啦，其实。嗯，没关系，你就往下挖吧，你超深的、欸。对啊，我想说，搞不好我们运气那么好，我就直接挖的。你不孤单了。不是，我稿子爆掉，然后中间有一个楼层断掉了，我重做的。恢复二的药，立即治疗二的药水，立即治疗。拿了，我拿一个了。身上东西好满。太满了，所以我刚刚就是一直在努力的。立即你拿，我有不死图腾，不要谁在这里放牛牛啦、啊、好挤啊，很挤，好可爱。哎、有同队，小心，不要乱。哎，对好，对好，对好，有同队。为厨师，看这只牛在卖萌，你看。没有，喝下去，喝下去，这个先喝，对，立即治疗，你补血，喝下去。
下去，喝下去。好喝好喝，肥宅快乐水。哇，你马上只剩那个哎、欸，他挡着我，因为他补四颗星啊，补四颗星。哦，他挡我，我想难过上去看看呢、欸，看不太出来。行、欸、啊，喝完的瓶子还我。好，哦，好。上面沾满我的口水，好像还可以、欸。谁得到吸收效果啊？哦，喵哈哎、欸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是喵哈吗？对，是喵哈哎、欸。吸收二3.45，血有吸收二。喂，偷偷差一根羽毛可以做一个空投箱。我帮你慢慢来，慢慢来。我刚刚已经在上面弄空投。哎、欸，那个陨月这给你做那个，好，听到机机的声音了。什么东西？哦，你要做恢复吗、那個？对啊，因为哎、欸，我们是还没有体啊，都还没弄盾牌。盾牌给你。哦，谢谢。我刚刚挖到几块铁在那个熔炉烧。我干脆再继续下去挖算了。啊，这样哈密瓜，哈密瓜不要了，臭哈密瓜。哈，哈密瓜拿来酿药水好了。可以酿成那个啊，可以酿成恢复药水。火焰蛋，你要干嘛、啊欸？对耶，那力，你可以酿那哎，所以你立即回复也是香精西瓜片吗？哦，嗯，就是香精西瓜、啊。嗯，那如果要改成投资的是要再加什么？要加火药。火药哦。我多衣服。刚刚上面有火药箱。我身上有三个啦，你们要转成那个吗？看要不要有某几个用成为捕尸 弄成。嗯，哎、欸，你们要不要偷偷上去弄蛋蛋？好啊，我上来。嗯，谁还没有内内？团、哦、团有吗？我有了，我没有。那给团团，还你内内、啊，我们交换内内。谢谢你， yeah! 好说好说。太好了，太棒了。没有、啊、可以上去啊，可以空投一下。那我把三瓶酿成那个、哦、投资用的。追击治疗剑士，哇，你这还有治疗剑士？又有嘞，又有什么 ？bra 了 ，bra 甲。那给喵哈，给喵哈，喵哈后面。好 ，bra 甲。哇，上面好多好多怪物、哦，对，好恐怖、哦。还好我们的位置还不错。哎哎，毒啾啾，你招出来的，我喵哈，你可以。我打了，我打了，我已经打了一下了。啊、是、哦、好险，剑气没挥到你，吓死我！欸、我刚刚也举盾啊，我刚刚都举了盾，我知道。救你，救你，喵哈！怪我了，不怪你，怪谁啊？你招出来，重点是你招出来，你就走了，然后我上来一看，当然要走了，我留在那干嘛？哎、欸，有地狱疙瘩跟烈焰感，要吗？哎、欸，给我。然后还有四个瓶子，我拿。啊！我要箱子，音乐给我箱子。我放在箱子里好了，这样你比较好拿。你放在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那个楼下的箱子。哦，好，等一下下去拿。我先捡个我的空投。捡空投，捡空投、哦，我又可以再三个空投。噔噔噔噔。嘿，大家都拿到空投。18分钟了啦，快要白天了。对啊，快白天了。喵哈，你这边要比较小心哦。我，你没看到前面？我前面8.6，哎、欸，有蜜蜂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你开到了，那是我弄的。开到了。哇。8.6，他那可以干嘛吗？我们要继续。哎、欸，巧克力，这个你用得到吗？哪一个？这个，这里有什么剧毒之剑？哦，有，可以。那个。还有黑曜石。吐。底下，你的底下，还要再恢复药水吗？还可以再酿什么？哇，我有，我力量，我知道那个喵哈，给你试试看，给你这个，你看一下，你当治疗兵。好，哎、欸，巧克力这边还有剧毒药剑哦，好这边这一箱。哎、欸，你底下有资源可以拿，就喵哈，你的那个射出去的都是补血的哦。立即补血跟回复、哦，慢慢回复的。但是你就是，可是你知不知道我是烂炮？没有，你是射我们啊！我们就站在你前面，然后你只要按一下右键，你不要蓄满哦。蓄满会痛哦。对啊，蓄满那可能就回不回来了。其实楼下箱子还有治疗剑跟那个两种治疗剑都还有。喵，可以去拿呢。你就当治疗兵。好，我带我去收集。好，虽然我觉得应该会烂炮兵。哇，好多空投哦。哇，这真的是会让大家玩到最后啊！这是哎，水箱，水空投，水箱好酷哦！水神冒醉了，
音乐叽叽。没事，我站上来刚好没有被水冲到。他们在附魔了耶！啊，可是我们。谁？上面这边。啊，消失，他消失了。消失了，边界是不是开始说了？边界在说了。对，要上来哦。要准备说了，两分钟后。哦，两分钟。我这边还有追附毒箭。好，喵，这里有治疗。我这箱，我讲一下这箱，我们附魔是不是啊？没有等级，我们没有等级，附魔。那个钻石要先来做装了吗？好像差不多了。哎，这里还有剑士，你们可以来打。我超多怪。我现在有八个治疗跟八个回复剑。好了，我做三把钻剑给你们好了啦，要不要？我可以自己做，我有两个钻。哦，那再一人一把钻剑啊。还是恢复药水。嗯，好。巧克力，这边。好满，我好满。啊，钻血好了，钻血了。自己来。好满好满，那什么东西不要哦？这个好游戏好讨厌。又有空投。等一下，我开到蜂蜜。对吧？又是蜂蜜。那是八点六。8.6香蜂蜜风快潮，蜂蜜快，那好像也不能干嘛，对不对？真的不能干嘛？戒符棒可以沿路丢。哎，又是酿造香，好，哎，给我酿造香。啊，我刚等级香，经验香，我有两颗钻。其实啊，对耶，你有两颗钻也可以那个。空白地图，我也有。有，我刚刚有拿到那个。我们要不要集一个人，让他去弄那个、啊、空投箱？嗯，可以啊。你们谁比较空？团团，我很满。我这边可以，我这边还有。好，那放我讲一下这箱子哦，把那个种子。因为铁不够做全装哦。没有，没有。喵，把那个种子、肌肉、羽毛放在这箱子下，给还有箱子。哎，说了，该走喽，各位。羽毛，箱子，没了。嗯，好，先移动。好，反正我知道你箱子不够，我再帮你多打了。嗯，好，反正我走喽，也只能吸箱子了。道路，走了，移动，走了，移动喽，赶快走喽。蓝队看到蓝队了，蓝队在前面。嗯，只有一个。这里安全区了，可以休息一下了。好，对啊，这边可以休息一下。那你要不要再合一合？嗯，等一下，合一合。看一下，我给你羽毛、肌肉。打动物也是可以有经验啊，把 MOC 又全部打死，少少的经验。那我也去打。我给你箱子。等一下，箱子三个。笑你遭到空投包，空包弹。哎呀，这里。哇，刚刚在底下精力有拿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我没拿。金币我身上还有八个，这样好像也很难弄到满。一，再做金苹果。三四五，哎呦，七。我这里有四个金啊。这里有四个金。注意头上，我们要注意头上，可能会有毒蜘蛛哦。喂，小心。先看他们都落地。哎，有几只那个啊？那个有水，那不是有草？白只。哦，爆炸空投啦！哎呀，好亏哦，我们。哇，没事，我们有很多恢复药水，不怕。啊，赶快补。我们先用喝的好了。哇，集合，不要喝，集合。你要直接。没有，你们血少的集合，你们我满血，我满血，我没被。我是差一滴。啊，回到少了。好了，还没满。坦坦用喝的，然后我脚下有酷酷，云月还没有酷酷。我没有。我这个这箱有，还有鸡哦，你可以拿。有人缺金锭吗？团，你后退一点，我这边丢了一个，我怕出事。合成台旁边的箱子，我们。巧克力，你远一点，丢一只鸡在你旁边架这样。哦，没事。臭鸡。好。合成台旁边的箱子，我们就把那个矿物物资好不好？对，放进去，还有那个鸡。你们还有没有空瓶？我这边有，我给你。哎呦，又可以一个金苹果了。嗯，光明球。